环岛北路一段和大学路口23号下午2点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。一名由吴姓男子骑乘一辆普众机车，沿着大学路左转环岛北路方向骑，因为天雨路滑发生自摔的交通事故，刚好碰撞到另外一辆停在路边正在下货的大货车。你是滑倒，那没怎样啊。金陵乡环岛北路一段与大学路口，在23号下午2点30分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。那一名吴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，沿着大学路左转环岛北路一段方向行驶，那因为天雨路滑发生自摔的交通事故，那并碰撞到另一辆停于路边上下货的大货车。那所幸吴姓男子驾驶仅四肢多处擦挫伤，由消防队送往金门医院做进一步诊疗。那警方现场对驾驶实施酒测，初步排除酒后驾车行为。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，本分局厘清当中。警方赶到现场，所幸无性驾驶仅是脚多处的擦挫伤，意识还很清醒。警方提醒民众，因为最近金门的气候不稳定，路面湿滑，因此在骑车开车的时候请注意车前状况。